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永和的北兰阿姨商行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哦，很久没有吃这家东西了，今天就想吃这家东西，北兰阿姨啊。好，这边有店家公告，请注意一下。这个是人人希望啊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睡觉睡到自然醒。好，那菜单在这边。你看外带吗？我是内用。你好，我想要点那个打泡猪内用。坐哪里？好，那这个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那很久没有来了，相当期待。那墙上就有做了很多客人的小标语啊，他的问候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打泡猪饭，然后我还加了一份香肠，还有半熟蛋啊，真的是很北兰阿姨。半熟蛋好吃。好，今天我就要到新的地方去上班了，希望一切都顺利。那可能拍片的次数跟回复留言的时间啊，那些都会改变啊。好，那就再请各位朋友多多包涵跟支持。那个人觉得偶尔吃一下不错了哦，这个北兰阿姨的大泡猪肉饭。嗯，那炒得很香，我是选中辣哦，香香辣辣，香香辣辣。好，那北兰阿姨在永和算是蛮知名的店家，也开业很多年了。好吃哦，香辣有劲。真的很棒。好，零星害害了，就不要太聪明，这样会活得快乐一点。赞。这打泡猪香辣够劲，很过瘾。贵了点，但是好吃。然后分数是90分。哦，这样总共是180。选中辣就辣了过瘾，好吃。
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来这边吃过啦，那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听昨天那个板桥饮料店的老板娘讲说，就是各位朋友都很相信我的评价，那就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。好赞啊，不错哦，拿到流鼻水，好吃。好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北兰哦，好吃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北兰阿姨餐行，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竹林路上这边新开了一家阿里山铁路便当，好了，永和竹林店。好，那就常看他们便当好不好吃，还算蛮平价的。好，这边写台湾最美的便当。好，那我一个红烧肉便当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打电话去这边取下电话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蛮平价的，没有啊，才80块呀。好，那不论如何，它的价钱算是很平价。好，那我放这边啊。OK。是。好，当当当，第二回合啊，这才80块啊。有菜有肉，然后剩下一片香肠。真的相当平价、啊、那但是要看好不好吃啊。哦，切的蛮厚的哦，好瘦的肉啊。好，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国家的猪肉。好，哦，还可以啦哦，求便宜就是吃这一家，但应该有很多分店。好，最主要就是评价了啊！啊，不是有人一直想要看评价的东西啊？这应该很评价了啊！一个便当才80块而已啊！口味上还算 OK。那这个饭没有很好吃，饭不香。哦，菜不错，菜有香气。好，适合这个求便宜但是口味不要算太离谱的朋友，没有很惊艳但是也不会到难吃啊。哦，听说最近高丽菜很贵啊。哦，很普通啊。好，分数我觉得是80分。好，那就希望我加油，各位朋友加油，然后希望我到新的地方上班能够一切顺利，那也就谢谢各位，希望各位给我支持啊。
那我如果工作不顺利的话，就没有钱去吃饭给哥哥看了。好，那刚那两家都很近，北洋阿姨和三行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是阿里山铁路便当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上一块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，拜拜。